四个碗啥意思呀？660 forever， 60带我们飞，节目组你相随，谢迪奎吃。哎呦，导演送给我们铁饭碗了。哎呦，导演送的，哇，还是定做的，一人一个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以后我就用它吃饭。这就是免死金，来一人一个。行，以后我们就拿这个去乞讨。把这铁碗给那个郭麒麟寄过去。看到铁饭碗的时候，首先很温暖，因为这个是导演对我们的一个信任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又是责任。嗯，因为大家确实对于650的期待比较高。校长石原上台讲话。哇，指导。穿着旗袍的池原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池原。我校自办学以来，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。我们的办学宗旨是，不管学生死活，只管学校好坏。建校以来，建设校区三个，培养学生38人，斩获热搜4650余个。哇！获得同行好评零，同学好评零，客户好评650。哇！哇！当然，取得了这样的成绩，离不开每一位同学、观众、营销号的共同努力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很多人啊向我取经，怎么把桃花坞做得这么好？我告诉他三个关键词：尴尬、尴尬，还是尴尬。哎呦，太炸裂了吧！有矛盾要解决，没有矛盾就想办法创造矛盾，让他们解决。人们又问呢，那如何创造矛盾呢？我又告诉他们三个关键词 ：push、push、no push。笑死我了！人们又会问呢，那怎么 push 呢？我还是告诉他三个关键词：丹丹、丹丹、宋丹丹。太炸裂了！哎呀，开个玩笑，今天又有一批同学毕业了，我非常激动。祝各位同学在今后的日子里好自为之。不用谢我，谢迪奎就行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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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吗？有请毕业生尹浩宇，有请学姐宋丹丹，有请。那派派这算复读生啊？对呀，复读啊，复读，回复读来了。也恭喜尹浩宇获得泰语考试第一名。哇！哇，很漂亮，毕业证书，谢谢。要得，哈儿挂袜子，老子不想搬，巴适搬，老子不好死嘞，哈喇子，哈喇
他是那种一语双关，拍我是另外一个价格，不拍。拍他是另外一个价格。我中文说的非常的流利，我说泰语也说的非常的流利，就是很 international。优秀毕业生，任敏。哇哦。任敏同学在校期间致力于奶茶事业，用经典的奶泡国力的茶，赚别人的钱自己花，凭借高超的空手套白狼技术，荣获2023年度桃花坞最佳猎人称号。最佳猎人。哇，谢谢谢谢。有请学长汪苏泷上台为任敏颁发毕业证书。我想喝点奶茶。小敖想喝奶茶，说明奶茶没准是有市场的。那好，我就茶叶。我感觉博越老师会挺生气吧。老贵老贵茶叶，你们给我熬奶茶了？你们用啥奶熬的？是用经典鲜牛奶做的。妈妈，买奶茶不？上我们家喝奶茶吧。咱们这现在5块钱。嗯，这折扣也太吸引人了。太好喝了，你们这个奶茶会很受欢迎，我这话就放这儿。好喝，高低续一碗。今天做奶茶吗？爸，我们家奶茶卖的便宜，只要3个桃花币。你说咱家这孩子，他就现在让我买奶茶喝去了，他想要我的茶，然后还要让我买奶茶。买奶茶不？上我们家喝奶茶吧。瑞鹏同学在校期间视粪土如金钱。一斤粪一斤粪的把谷仓家庭喂饱，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致敬了综艺史上堪称奇迹的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。获得谢迪奎个人选择奖，有请敖瑞鹏以及学姐李佳琦。哇！哇！哇！好凉啊！啊！啊！哎呀，呸呸！羊真能拉呀！屎都留给我，别跟我抢啊！哇！哇，你瞧我都会做饭呢。咱们在丽江的时候，都是小敖做饭。谁跟我抢那个羊屎，我跟谁急。哎呀，挺香啊！为优秀毕业生孙怡。呀！孙怡同学在校期间将笑声传遍每一个角落。大家开心，他哈哈哈；大家焦虑，他哈哈哈。孙怡照镜子，哈哈镜。孙怡烧香，哈佛。孙怡做美容，哈皮。孙怡坐电梯，哈喽。他凭借甜美的笑声获得2023年度桃花坞第一哈尼称号，有请。哈尼哦。为优秀毕业生鸟鸟。鸟鸟同学在校期间说的话共108句，其中88句是行行好。恭喜鸟鸟荣获行行好奖。行行好。有请鸟鸟，有请学长汪苏泷。咱俩做那个拍头。行，走吧，我们拍照了。行啊，去散步吧，鸟鸟。好呀。哪个奖？好。行。行。好。很开心能获得这个奖项，特别感谢桃花坞，因为之前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恐，但自从来了桃花坞，每天都要维持毫无技术含量的业态。应付特别不擅长的社交，每天过得既做亏心事儿又怕鬼叫门的。
但是650的存在就鼓舞了我，因为我一进来就被吸纳到了桃花坞唯一一个有编制的单位，做临时工。所以我也为他们四个写了一段话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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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一起吧。结果给咱炸翻了。他作为桃花坞摄政王，上能吹捧丹丹国力，下能安抚姐妹小弟。感谢汪台让我明白什么是中层领导的做人艺术。唱最温暖的情歌，抛最烂的梗，用最纯净的嗓音说最油的话。太炸了，明明清澈但故作油腻，在汪苏泷这里水和油竟然是可以相融的。哇！你用一己之力使650成为桃花坞油水最多的单位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炸。感谢你汪苏泷，桃花坞上空最会画饼的声音。这回也不能向三而行了，咱们就是向国力而行了。向国力而行，大人都这样了，你们俩再不好好学习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对得起他们吗？我只想提前告诉你，大笨蛋！还没说，一生一世，只有你。又联系了，王磊吗？啊，那个小辣呀，你跟智胜你俩晚上协助一下雪琴把这个101办好。哦，好，要求还是老一套，做大做强，明白吧？我相信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哎，在这儿。我相信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已经完成了。明明不说相声却在当所有人的捧哏，只要人群里有他就没有一句话能落在地上，三分逗七分捧，剩下90分全靠李佳琦强撑。他有100种接话方式，可不咋的，哎呀妈呀，实在没得说了他也会哈哈是哈，你是啥星座的？他自己淋过雨就疯狂给别人撑伞，什么烂梗馊主意在他这里都能得到无条件的大力支持。感谢你李佳琦，桃花坞千金顶。老师好。嗨，盯紧了呢，拍。Come on, your home. Yeah. Just sit. 你、yeah, 你这挺有创意啊，一天。小锡纸啊，今天 Y2K。啥叫 Y2K？ 不知道，我就是好。你们出去，我把鞋稍微规整。哎呀，那这我得跟你一起了。对吧？就不跳也可以，其实我也无所谓。学学学，要不要？得学得学。那个谁想吃你做的炸牛肉，汤姐。完了，李佳琦又得服务型人格了。我来了，姐，想吃多少？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生活的烦恼跟智胜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和智胜谈谈。对待长辈尊重敬爱，对待新人呵护有加。他有给不完的情绪价值，是桃花坞情绪首富。徐志胜真是活该你有女朋友，活该你工作顺利，活该你受观众欢迎。让我们共同喜悦地向他说一声，徐志胜活该。徐志胜好说话，然后又夹着头，哎，可以，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你找徐志胜换。太抱歉了，我的天。没事，我啥白痴还不能怪你们了。志胜哥哥给我笑没了。但我很怕，就别人觉得他不好，然后他又会记住你不好。不会记住的，每个人的生活中有那么多需要记住的不好的人和事儿，他还得老记住电视上有个人，他唱的不好，他跳的不好。哎呀，我们的观众要被你累死了。对自己要求很高，经常内耗。对，他是桃花坞最常 emo 的人，但他的 emo 并不妨碍他绽放光芒。他又策划又写稿又和朋友玩闹，他白天工作晚上 emo， 劳逸结合。
熠熠生辉。哦，他的艺谋令他具有独特的浪漫与诗意，也使他超乎寻常的深刻与强大，可以说是艺谋造就了李雪琴。感谢你，桃花坞某女郎。哇哇哇哇，炸裂。我现在脑子里就是挣钱，走啊走啊走走。我天哪，我不想干咋整了呢？那又不想干了呢？你昨天白燃了。懒。这个我觉得这视频咱再也别干了，但挺有意思的。650真干涸了。我觉得咱们650既然3周年了，就得有点追求了。今年就感觉没给出啥新东西来。你这研究研究101咋整？哎呀，完了，李雪琴睡不着觉了。被优秀毕业生汤晶妹，汤晶妹同学在校期间。有钱就消费，没钱借钱消费，自觉陷入消费陷阱，多次积极主动上当，凭借强大的上当能力建立了全新业态当铺。当铺被黑心商家评选为2023年度桃花坞市场强心针。有请毕业生汤晶妹以及黑心商家代表徐志胜。哎，说的是咱们养生馆吗？不承认，只要不承认，咱们就不是咱们。我扶着你，我还请着上去了。欢迎有请尊贵的VIP汤女士莅临本店。我的 VIP 奶茶来了是吗？8块，汤汤姐。所以别人都是几块？5块。我就喜欢你们这样没有原则对我。挣钱干啥的不都花了吗？接下来。一位优秀毕业生宋倩。哇哦，宋倩同学在校期间屋顶着火靠他救，节目不行靠他救，不会跳舞靠他救，让我们一起感谢宋倩他救。同时宋倩跟鸡说话，跟鸭说话，跟鹦鹉说话，荣获2023年度桃花坞全勤奖。哦，倩倩，你给我们编几个动作吧。行呀，行呀，好好好。其实就这几句话的舞蹈动作。再想一下。OG。热心市民宋大姐，帮人研究研究那个。我上钟了。来吧，走。哇，他太听你的话了。哎，你们俩是情侣装今天。宝儿，哎。我抓到了，抓到，抓到，抓到了！哦，你很棒，天天到你的了。动物还是有一把刷子的。下一位优秀毕业生江疏影，江疏影同学在校期间以自己勤劳的双手撑起了3号屋的一片天，白天上门给人洗碗，晚上上门给人洗脚。恭喜他获得了2023年度桃花坞双喜临门奖。哎，你们那需要洗碗吗？哎，一会儿再约啊，佳佳。泡脚啊，今天晚上8点啊，预约制啊。哎，你要刮痧不？你想泡个脚不？你要不要一会儿去泡个脚？我没钱，姐。哎呀，他也想过来聊天。你也想泡脚了？优秀毕业生周一维，周一维同学在校期间每天喝茶200杯，喝汤16碗，从入学到毕业以来共计消耗热水5吨，是桃花坞当之无愧的下水道。周一维同学凭借强大的蓄水能力获得2023年度桃花坞第一大坝荣誉称号。哇，大坝炸了，大坝炸了，就得大坝。有请毕业生周一围以及颁奖学姐孟子义。哇，你门口那花要浇水。感谢你啊，来给我们浇花。优秀毕业生张国立，张国立同学在校期间不畏强权，
带领同学奋起反抗丹丹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屡战屡败，屡战屡败。老头你说两句，老头我不说。老头你说两句，孩子们都等着呢。行，孩子们呀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别说了，孩子们不爱听。哎呀，我拍照。恭喜张国立同学获得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哇，好牛啊！有请学姐宋丹丹上台带领。张国立，你说几句吧，孩子们等了你这么长时间。你让人家痛快吃口饭，咱们再说。哇，这个太好吃了。哇，我怎么老觉得你要吐我碗里？张国立爱放屁，臭死你！哎呦呦呦呦！看你这身上拉点屎，你就好了。拉点屎，小宝。哎呦呦呦！你们不敢反抗，唯我是可以反抗的。